街道，街道上面的树，甚至的空气，都同以前一样，一样咁令人窒息。其实你可唔可以唔好攞晒啲垃圾翻嚟咧？吓，你一日攞一袋，一日攞一袋，间屋好快俾你塞满晒噶啦。都唔知点解嘅，而家硬系成日都好似好攰咁样嘅，都要掟我啲嘢啫，啲嘢系我噶。咁冇用嘅嘢就要掉噶啦！入到，开唔到啊！家姐啊，个盒入边都冇嘢，开嚟做乜嘢啫？冇嘢噶，入边一定有嘢噶，我要知道，我要知啊！细啊，你咪话咧，出边嗰啲人话我哋呢一间剧院有鬼，所以先至唔敢开船啊！开船啊！我都系啊，唔知啊，你问我做咩啫？你谂下啦，你做乜嘢问我咁多嘢啫？仲要系先奸后杀嗰只添啊！你就好似一条死尸咁臭啊！点啊？冇嘢喎，冇事喎。我真系唔知道乜嘢系新，乜嘢系旧。我只是知道我好像不会再有新东西了，只要苏一日都还在我身边，我都会出猛力地扯，不断扯，扯到我没了力为止。每一次寂寞的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进，开到了，帮我听一下个心。冇，我冇天赋，我只不过一个普通人，我同阿苏都一样，只不过一个普普通通嘅普通人。唔系，你哋唔系普通人。如果结果我哋两个都帮佢唔到，咁阿苏会变成点？一滩污水。家姐做乜嘢啊？细啊，唔使担心家姐。你唔好搞啦。哇！婚紗嚟噶喎！我叫你唔好乱搞家姐啲嘢啊！佢叫我帮佢听下佢有冇心跳，其实佢都知冇噶啦。家姐你死咗啦，三年前死咗噶啦，呢啲全部都系你啲食物嚟噶。你俾我摸下你块面，隔篱我就只要掉低我哋。当我谂起你嘅时候。啲海水已经喺我身体里面流紧，今次我唔会再掉低你。阿苏，你要醒。你今日好靓喎！你唔系 unfriend 咗我嘅咩？其实我有 follow 你 fan page 嘅。你老婆？其实我中意翻工多过我留喺屋企，都系以前同你一齐嗰阵时开心啲。我想你帮我嗰几个伙计咧整几张医生纸，证明佢哋几个咧嗰日冇翻工嘅。呢条街系我老板嘅，呢栋楼我老板嘅，你想点啊？得，你老板啊嘛，你老板冇人性。系噶，我老板系冇人性噶，喂，惨到你冇钱。今次睇下人性紧要定系钱紧要啲啊！你冇钱生存唔到喎，你冇人性你生存到，但系你生活唔到喎。总之想当年你两条友仔出马嗰阵，我应该晨早话俾 Miss Chan 听，咁呢个社会就可以少两条废柴。废柴，我认。系咧，你有冇同阿 Sean 一齐买马噶？一齐入跑马场嘛？哇，你嗰啲马咧好似好认识喎。看來你跟馬夫一定很熟了，這麼大方啊，那看看是什麼，難道他的公子柯督寮我是要知道嗎？
你講乜嘢？佢窒我啊！佢話我係公廁啊！咩啊？哎呀，唔明啊！我走。梅艷芳，梅艷芳同我同名。我同佢講，我話人哋識唔識欣賞就唔緊要，最重要係自己知道自己想點。唔點著就永遠唔會燒，唔點著就連灰都冇。咁你真係順便慢慢見到梅艷芳？喺呢個世界已經有好多嘢咧，我要去諗邊啲我應該信，邊啲我應該唔好信。咁所以如果可以信嘅咧，通常我都會選擇信嘅。梗係信啦！我咧研究咗星座咁多年咧，你係好容易進入一種無意識狀態嘅。阿哥，你係溝仔我？係啊。溝仔好，溝仔好，我幾驚佢啊！戴口罩落旺角，三個男嘅就中意男嘅，三個女嘅中意女嘅。要我睇戲啊！咁咪去睇咯，有咩問題？同埋我驚我睇完之後，我會唔中意我阿哥同埋佢份政府工啊！我阿哥佢都好錫我噶，雖然我知喺出面可能係一個賤人，但我冇憎佢。喂，我啫嘛！好似麻英的雀仔，它在玻璃窗外面望住我，我亦都望住它，它的眼就好像一块放大镜一样，可以望到好远好远。迟早一日咧，生锈生到成道闸散晒，砰一声，乜嘢都俾人睇晒。唔好咁大声，阿静瞓咗觉噶。我话所有人嘅秘密，我都知道一清二楚。得噶啦，总言之，之后间都会整到好似豪宅咁靓吓，你会住得好舒服啊。OK， 唔好再讲啦。个问题我唔想住豪宅啊嘛。问题系咪我度啫？你哋今晚食饭开唔开心啊？好开心啊！对唔住，如果我叻啲，你哋冇咁烦。嗱，我唔系嗰啲死缠烂打嘅人嚟嘅。上次我同你嘅嘢，我系唔会同你老公讲。上次我哋都好好噶。我哋可唔可以唔好再讲上次嘅嘢咧？我真系好耐未食过一餐中国饭啊！不过我记得咧，我走嗰阵时，你煮饭冇咁叻噶喎。熟能生巧啫。系啦，猫，你打算喺度留几耐噶？做咩啊？你唔想见到我？唔係，梗唔係啦！你嗰陣時青春逼人啊，成日都搞到佢尷尷尬尬咁樣噶。其實個 B B 係我噶，我知啊。揾唔翻咯？揾唔翻噶，做咩？你想揾咩？唔係啊！啊，你話你而家真係翻教會啊，成日同啲後生女去玩咧？你知啦，你朝咁快咁聚集啊？亂講啲咩啊？我哋係咪有啲咩誤會啊？冇誤會，我睇得好清楚。你睇乜嘢？睇得好清楚啊 ！Myra。
你係點嘅人，我好清楚。你呃到 Stella， 呃唔到我啊！咁你都呃到 Stella 啫。你真係覺得有用？我只不過覺得電視台嘅感染力會大啲啫。而家仲唔夠大？我問緊啲嘢啊！俾翻我！取消訪問佢，得九歲嘅啫。原本阿靜可以好好嘅。如果唔係 Myra， 我哋一家人就可以好開心咁樣生活。只要我哋一家人生活得開心，我乜嘢都可以唔要。你翻唔先翻去先？阿爸，你做乜嘢？你我叫你翻去先啦。乜？你唔係想問下我點解後院樹下邊有人骨咩？對唔住，對唔住，我唔應該離開你，我依家喺你身邊嘅。Stella， 我哋可以補救㗎。冇得補救啊！十年前我哋已經冇得補救。我行過嚟，我而家衝入唔俾你行過嚟。我細個嗰時係唔係你擁我落山㗎？我好驚啊！我驚你俾人呃啊！其實你特拉都唔係好難睇啫嘛。做咩啊？未見過咁大特拉？十年，呢十年咧好似喺鬼屋度咁樣，飄嚟飄去。你同我睇到飄嚟飄去。佢哋最叻收埋自己，收埋到自己都揾唔到自己。作為你嘅老婆咧，我今晚已經做到最好噶啦！你做咩講埋啲咁嘅嘢啫？冇嘢冇嘢冇，咁不如你話翻俾你根本就冇 B B 啦 ！Stella， 你放過佢好唔好啊？唔係，我冇線腳，係我專登用力攣住佢條頸，係我攣死佢嘅。我唔敢出去做嘢，我唔敢真真正正咁望住你，我唔敢對住自己嘅仔講一句我好愛你。我哋全部都有罪。停留是不是就等于停止了呢？想入面那个我是不是可以生活得更加开心，更加自由，自由到可以在天空上面飞。我哋好感恩你嘅带领，令到我哋可以进入你嘅大家庭。
同你接近。今日你都带领咗苏怡嚟到我哋呢一度，为我哋加入咗新嘅动力。虽然我哋冇血缘嘅关系，但喺神嘅国度底下，我哋都系一家。我哋会继续追随你嘅旨意，令到所有人都洁身自爱，追随你嘅带领，揾到魔鬼嘅踪迹，然后将佢彻底铲除。虽然看来就不算奢侈，但是开支都不少啊。虽然 Alan 就留了很多钱给你，但你是这么花是。你们两个真有钱的，知道所有东西都一模一样的，一样这么锡老婆，一样是这么有绅士风度，风流倜傥，一样是这么有品味，一样是这么没有人性，没有同情心，没有信念，没有承担，没有爱。每隔三个月我见你一次，我就是要提醒自己 Alan 是一个什么的人。 Alan 怎样顺利啊？一个女人明明是验证了冇得生，突然之间说有 BB， 就是神的旨意。为什么呢？什么为什么啊？为什么安排一个男人给我生？你不想去啊？我想知道你们想什么先，我才会知道自己想不想去。 Grace，就算他们做错什么都好，神是会有他的安排的嘛。神的安排来得太慢，太慢。我为神安排的有效得多，起飞的时候完全不会有，对翼轻轻一拍就已经飞了上半空，跟着他会向下望一眼，望一眼，之后再用力一拍，就已经差不多飞离咗我嘅视线范围。以前我好恩爱，后屘佢抛弃咗我，同个女仔一齐。之后佢意外死咗，同个女仔一齐死。如果我真系真系中意咗个 Simon。Grace 话：当一个男人执迷不悔，当我哋用尽所有方法都唔可以将佢惩罚，就要将魔鬼铲除。智者明白，世界是一个幻象，他不会当幻象是真实来行动，因此他能解脱所有痛苦。释迦牟尼，我老啊，净识得。究竟他想要做什么呢？从来不会也不够胆究竟我自己想做什么呢？每一天我就穿着这一套衣服去制造一个 Grace 喜欢的形象，到了夜晚黑我才会穿着一套更加不喜欢的衣服去告诉自己知我是可以选择的。这么久以来我是不是真的对你这么差？好像你思一样好孤独。坐低啦，咁系啊嘛，点会无端端会冇晒嗰啲污渍嘅啫？大自然所有嘢都好奇妙嘅，都有种自我防护嘅能力。你而家得到嘅，就系你应该得到。咁如果好想复原，又复原到，咁即系话呢一个系一个自然演变嘅过程，大自然都会改头换面啦。你嘅心改变咗。整个世界都会改变，湖上面的污渍清晒了。我知道，仲留在个湖洞的，是他可以承受的。我知道，我知道，但你的污渍不是在个湖上面。威士出来啊！你哋两位到啊！你究竟在找哪个？哪个是 Lillian 啊？ Lillian 是我女朋友啊！刚才我亲眼见到 Grace 抬了 Lillian 上车啊！ Grace 果然是 Grace 啊！你爱那个女人啊？你爱过几多个女人啊？Grace 你做什么啊？
啊？你愛嗰個女人，咁你老婆呢？啊？你老婆佢點啊？神已經幫你安排好噶啦，點解你唔好好咁珍惜啊？點解你會知道你哋嘅神嘅旨意係啲乜嘢？呢個只係你哋想你哋嘅神為你哋安排啲你哋想要嘅嘢。你睇下，一個老人家喺度啱啊，因為佢仲識得愛。佢自己車禍都係你做。是我做，神愿意赐一个小朋友给我，为什么他不肯相信，为什么他不肯接受，为什么我对你的爱会成为一个这样的结果？因为你不是我，你是恨。那你就是告诉我，我和神之间的都是恨，我和 Alan 之间的都是恨。是好好神啊，由今天开始，我和你之间只有仇恨。好啊，守护他啊，守护他。 Grace， 你做什么啊？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做緊咩，無論你而家做緊乜嘢，我諗我已經離開你好遠。我同佢會一直向前行，一直向前行。希望你都可以。再見啦 ，Grace。几日唔见你死俾我睇，你都算衰啦吓，够胆冇你神气。哎呀，你死！哎呀，你边？哎呀，去咗边啊？足足十个月都冇饮食喎，得唔得先？啊，哎，谢，要咗你啊，唔好搞我啲剪报噶嘛，嗰极都唔听。我同你讲紧嘢噶，你唔好敷衍我好唔好啊？咪话好咯，系啦系啦系啦系我唔啱吓，我应该打个电话问下你应该点样处理嘅系咪？你记得我嗬 ，Ryan 失踪嗰阵时啊，我都系用呢一只颜色嘅 eyeshadow 噶。20年啦，已经20年啦，你谂下，阿 Carmen 都大个女啦。我记得嗰日咧，啲阳光好猛，照到成条街嘅街砖咧，金黄色好似金砖咁样。我仲記得阿 Brian 咧跳下跳下咁樣彈走。老婆啊，其實我可以同你一齊老咧，我已經好滿足啦。嗱，不如咁，我而家幫你執緊啲，等間咧就 call 架車車走佢。哎呀，你講就喂呀，你唔好搞我啲嘢。哎呀，我要同希文結婚啦！哇，恭喜恭喜！阿媽。你想告诉你，你去了加拿大就不回来了，去了，还有什么好谈的？其实我和希文都很想你来加拿大参加我们的婚礼的，我已经买了楼了，有间房我留了给你的。20年你妈都没放低过。爸爸。是。我都没放低。她不放低我怎么放低呢？我放弃了这个梦想很久了，我只是希望可以跟你一起凑大 Brian 和 Carmen， 可以在他们的婚礼那里喊着跟大家说，他们两个就是我们两个的一切。你很自私。我自私？喂，我为你想啊。现在你连 Brian 的样子是怎样你都不记得了，将他过晒期化妆品就搭上块面上，拿到你一搭搭。你使不使这么恶心地咒我啊？我不是咒你的，我今天原本是想跟你 say sorry 的， sorry 我昨天不应该逼你跟我去加拿大。哦，这些啊，这些是那些什么安妮啊？我是护士来的，精神科。没有啊，没有，你死鸡婆。
錫你。我老婆成日都話，翻嚟咧佢可能只係失咗一有一日咧，佢會行翻嚟揾我哋。所以咧，我老婆佢哋拍翻20年前個撞擊翻，我認定得佢。唔知㗎，你知點解㗎？我唔知道，唔知啊。Sarah，我想你開心啊！我想你可以繼續生活啊！咁你係唔係要走啦？幾度你先可以俾我走噶？記住啊！只要佢哋兩個開心，我哋要幫佢哋開心噶。我爸爸，我妈妈。
喺酒精麻醉之下結束。做乜嘢啊？嚇，班偉大啊，驚連累我啊？哦，離咗婚就可以病埋一二角，自己死咗佢嚇，冇人記得我。我哋離婚唔係因為我有腦退化，係因為我哋嘅感情退化。啊，你話咧嗰啲咖啡豆喺嗰只貓嘅胃嗰度要幾耐話？唔記得啦，總之好耐啦。有冇痛啊？係啊，要痛好耐啦。在那個寒冷的晚上。月亮高高的掛着，苦女拿着一把刀走，還不時偷偷的看，故事多麼的英俊。這刻，我看到我和他的背影，小氣，我不會被你死。Make it.
乜嘢都唔緊要啦，阿蘭去咗好多年嘅啦，乜嘢都唔緊要啦，出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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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真係好出世。我要佢喺我跌低嘅地方學爬。我由嗰啲顏色喺嗰個暗黃嘅牆嗰陣，我都覺得我同佢一齊好似喺度畫畫咁嘅。咁嗰只雞蛋可以係只雞仔嚟㗎。我入面再爬落地啊！表妹，你睇星啊！真系好耐都冇听过。死咗之后，咪叫麒麟鬼度行嚟行去。来到了兰尼湾，兰尼湾好地方。做医生咧就唔其他嘢，我一定要留喺度见嗰个病人先可以医好佢啊！小林啊！你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在玩啊？阿爸，你等埋我啦！林叔叔，你食烟吐痰同你冇分别。喂，我唔知道我点解要同佢有分别喎、啊？你咪清楚啲咧！香港系个好好嘅地方嚟噶，姐姐带埋小林一齐去，好唔好啊？我中意喺呢一度跑。我唔应该系老师。你哋呢一班先至系真正嘅山村老师。咁但系因为即系作为一个演员，其实要进步唔系一朝一夕。我发觉，咦？点解我得到嘅挫败感？远比我嘅满足感大嘅咧，咁点算咧？依家我唔知谁讲，唔知谁想走嘅，唔知谁话点解啊？哇！我俾啲说话闹到咧，就话呢个的确系因为呢班说话唔制。咁但系我觉得作为演员，如果我接受咗挫败嘅时候，我就话咧自己好气馁。遇到挑战嘅时候咧，我又好惊嘅，点啫？唔知啫。我觉得最紧要就系。向前啦，即系其实我同我嘅对手 share 嘅时候，我就会冇压力，因为我知道你唔系自己做，系对方嘅。呢个社会每个人都有唔同嘅岗位，有人负责做律师，有人负责做乞衣，你一阵一步，跟住就一片沉默，跟住我老豆首先出声，佢都系做乞衣嘅。有一場演出之前，我翻緊去準備化妝嘅時候，我啱啱話咗聽我化妝嗰個。我點解要去做演員咧？我點解要做戲咧？我點解要問自己呢個問題？我發覺原來我覺得最珍貴就係、其實原來我係通過一個戲或者角色去同觀眾分享一個生命，或者對生命嘅過程。最令我覺得慘的就是其實我生活不到的。最離奇的一次就是我要入廠拍的那場戲，是都還未有劇本，跟住呢是個 PA 哇啱啱跑到嚟，跟住就俾張仲係熱的啱啱影印出嚟，仲係熱的劇本俾我。呢個你班咁嘅人
唔好俾我哭。我覺得即係去咗電視，其實係自己一個好好磨練嚟嘅，因為你，我覺得舞台同電視嗰個世界其實係可以互通。其實絕大部分喺即係我諗做得戲劇呢一個行業嘅，或者做得創意同藝術嘅呢啲行業嘅人咧，其實佢某程度上面都係有個 big heart 嘅，我覺得。可以講點解自己仍然會好快樂呢，即係喺呢一個戲劇嗰個世界裏面，因為你裏面係有一種可以掂到你嗰個心靈嘅嗰個層面嘅嘢。某程度上面，我諗我都幾忠於自己嘅，即係我就係咁咯，即係你接受我就係接受我咯，你唔接受我咁唔緊要咯。咁我嗰年就係好好咁去認識翻我自己，正正我就係喺一個香港以外嘅地方，一個我冇人認識我嘅地方，我去做呢件事，因為嗰個係最赤裸嘅時間。Why?
众生，最改世道命运，创生一片信心，罗汉现世幸运，贪真至美更深，受苦劫难的心，今天普度众生，罗汉是祭奠。Ladies and gentlemen, Drama Gallery is going to present a fabulous show. Jai Kong, Never Judge a Person by Appearance. The show is about to begin, so sit back and enjoy the show. 我哋今日表演嘅节目就叫做《祭光传奇之人不可以貌相》。可以年年丰收，求神俾我嫁个好老公，求神咧赐我一名饭帮女子，求神咧希望我赌钱帮帮爷大吉。其实系一尊罗汉啊！你系罗汉？哎呀，阿伯啊，你唔好玩啦！王氏有喜，到底系因为个罗汉咧，定系个罗汉果咧？有因就必有果，如果冇呢个罗汉，又点会有呢个罗汉果咧？我做埋最后呢一件事之后咧，我就要圆寂啦。吓、啊！我依家圆寂啦。哦。而家你就擁有我嘅力量，你可以執行任務，拯救蒼生啦！一心普度眾生，盡改世道命運，蒼生一念信心，我看現世幸運，貪真似你更心是祭奠，見性即心是祭奠，善行每步每一年。
有啦。禮堂隔離咁多小朋友，一定有人睇到發生咩事嘅，係咪？冇。你掹我一次啊！點樣掹法？咁樣掹。走咪走！
岁万岁。好意啊！人肥啊，梗系容易热噶啦。人上衣裳，花上容，春风拂柳，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回向瑶台月下逢。不常在公元752年，即是天宝14年，安禄山发动政变。咁朕自死又点啊？如果贵妃娘娘不死，这士兵啊就不肯再行，跟住发生咩事，皇上你要明察哦。大胆啊！吓死啊！今次有办法。娘娘。自从我讲唔到你之后，系你令我喺呢个世界更加清楚。多谢你，阿生。
我希望你哋嘅開心咧，都可以帶翻去你哋讀書啦、教書啦，尤其同時教書可能好大壓力，學生可能都好大壓力嘅。可以你轉化咗你嘅讀書成為咗一種戲劇。開始咧，我 history 啦，話俾你聽 history 講 A 啊，你知點解？因為我將所有 history 變咗做台詞。即係其實我都有同埋幾個演員學過做戲嘅，咁但係 Gladys 你係即係你俾嗰啲意見係即係好容易，即係我會明白，即係有啲可能有啲我真係唔係幾明白佢想講啲咩嘢。我覺得好開心啊，因為其實我好似過咗中學同埋大學之後就好少接觸戲劇呢樣嘢。好開心啊，即係覺得七月即係有十日係中意做翻我以前細個中意做嘅嘢，即係接觸翻呢種，其實好開心。我覺得是很減壓的，即始終就是教書很大壓力，可以做一些另類以前不會做的事情。還有我經常都即體驗不到台劇，我就想會不會有一天我在個台上說幾句對白會怎樣，我只想拿個感覺，即有些人會拿在台裡面就是那五句對白究竟會是什麼感覺呢，望著水人燈，望著台下的觀眾會怎樣，即我覺得這個就是可以減壓的。其實呢我昨天都有想，如果過了明天之後呢就會冇嘢，就會好空悶啊！我嘅生活。咁我冇諗過，其實搭上台板係咩事？不過咪當試下咯，樣衰咗咁緊要嘅。係啊，玩啫嘛，聽日都係冇所謂。同埋同佢一齊玩好開心咯！我到而家我都覺得自己係廿幾歲。淨係做演員咧，係一個好。好大的戲，即係喺個 show 裏邊咧，喺學校帶劇社咧，你一眼屈7749嘅其實，即係你樣樣嘢都要你，樣樣無啦啦個僆仔走嚟問阿Sir啊，冇錢紙點算啊？有即帶咗幾年咧，就開始煩厭啊呢件事。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喺呢即今次呢件事裏邊咧，就係你咩都唔使理，總之就淨係見到玩。跟住將啲最低能嘅嘢塞曬入去，咁平時冇乜咁嘅機會，所以其實我覺得好易啦，我覺得好易咧，就即係喺學校係唔可以咁低能嘅，因為唔可以係俾人哋笑㗎嘛。以前啲老師話覺得我做戲都唔錯，咁我可能覺得心裏覺得好開心。當人哋講唱對白時，我心裏有啲涼快。這個 course 真的很開心，為什麼呢？因為你說得對，你其他老師你不明白嗎？你開發了嗎？怎樣呢？人家的老師說你怎樣做，其實我是不明白的，你說什麼啊？怎樣做才對啊？這樣，但你不同，你一說我要 get 到他大一點，他假一點，要怎樣，你說得很清楚咯。而且好開心，識到啲我見到啲老師另外一面咁喪嘅一面咯。我覺得真係好開心啊，因為咧平時喺現實生活咧，你扮傻啊嗰啲嘢咧，人哋就會覺得哇咁扮嘢㗎咁樣。但你去到呢度唔係嘅，樣樣都可以好 open， 點傻啊點癲啊都冇問題咯。係啊，train 我哋自己用乜嘢嘅態度去講啦。有時你用 negative 嘅態度，可能講啱嘅嘢，但係可能人哋係唔接受噶嘛，係咪？但你用 positive 一個友好嘅態度咧，人哋就唔同啦。咁呢個世界就係咁樣溝通啦。戲劇咧，其實對我嚟講咧，係一個溝通嘅工具嚟嘅。咁我都好希望你哋可以利用戲劇，可以令到你哋開心啲咯。你未必會做到一個好好嘅演員，老師可能都唔係啦。即係你未必係做演員，你都係做老師嘅。咁但係你翻去 lead 學生嘅時候咧，最緊要嗰樣嘢，唔係背到台詞，係玩到，呢樣係最緊要嘅。OK。